啦，裤仔嘅话咧 ，total 有三只色嘅，系啦，三只色，包括咧依家苏怡着紧嘅呢只咩色？哎，唔好意思，冇电啦。哦，冇电添，大镬啦，最重要啦，嗱，呢个咧应该就系蓝黑色嚟嘅，系啦，蓝黑色啊，系啦，咁佢呢个咧，系啦。都是橡筋腰嚟嘅，橡筋腰款啦，两边咧都系咧有袋袋嘅设计啦，都系一个咧裙裤款嚟嘅，系啦，咁然之后咧，侧边呢个位置咧都系有拉链嘅，系啦，当然啦，基本上其实咧佢唔使除呢个拉链咧都可以着到噶啦，因为咧呢一件咧个弹性好好啊，呢就系深蓝色，嗱，依家呢件系深蓝色啊，深蓝色啊。嗱嗱近镜，佢系咧带少少咧千岛格嘅蓝黑千岛格嘅，佢呢一个千鸟格系啦，大家睇下，哇呢件衫好得喎，拣咩色好啊老细？好靓喎呢件衫，头先嗰只色，粉色，佢仲有两只色喎，粉色啊，啱啱剥落嚟嗰啲，系嘛，啱啱剥落嚟嗰啲，喂，但系你睇佢着深色真系好靓喎，又哇即刻一个办公室女郎，你睇一个好正装嗰个感觉啊，完全两个 feel 嚟噶，佢呢一个。完全好正装嗰个感觉出咗嚟啦，而家试下个粉色先，系咪啊？试下，我试下个粉色先啊。好啦，而家 model 着紧呢个咧就系我哋一个深啡色嘅色系，咁下面再配一个我哋经典嘅啡色嘅千鸟纹嘅裙裤啊，一个经典千鸟纹嘅裙裤。咁我睇到啦，佢呢个千鸟纹啦，咁啊双手插袋啦，两边有个袋口位嘅，咁然后咧有条绳仔嘅。条绳仔咧，你可以当一个皮带咁，当一个 bell 咧，去穿落去佢入边嗰个戒指位嗰度。咁然后咧，你去做一个点缀，衬托落去咧喺前面度咧绑翻一个基本嘅最简单最简单嘅蝴蝶结啊。OK， 你睇唔睇到个层次同埋个线条？哇哦！你会睇到咧件衫咧同埋嗰条带就系一条普通嘅棉带鞋带啊。其实一衬咗出嚟之后咧。成件衫个线条已经出晒嚟啊！咁呢条裤咧都系新裤嚟嘅，咁呢条裤咧都系有三只色嘅，咁都系 one size 啦。咁佢系嗰个腰围都系可以去到32去到46嘅，咁有三只色。佢而家着紧呢一只咧就系杏色嚟嘅。咁条裤个价钱咧就系303蚊。呢个就系。深蓝色 model 深蓝色，咁就系睇到个 detail 位啦。呢、這个就系杏色，杏色嚟嘅系啦。咁可以睇到佢呢个位咧，会可以有个小嘅蝴蝶结喺度嘅。咁可以俾你做一个新款设计咁样睇啦。跟住后面咧，都可以见到佢后面都有个钮喺度啦。咁佢有成个呢个围边入边咧，可以见到佢个质料嘅。